哎，我哋而家几点啊？系我哋而家5:30啊。咁今日星期五，咁今日咧，其实就近期都算唔算多 game 出咧？近期都几算多 game 出嘅。咁大家都知道，北王就枪 game 特别多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就话说，其实就出咗呢个 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嘅2019版本。咁我哋好高兴咧，就收到一些特别版啦。咁我哋就顺便嚟做 unbox 睇有啲咩嘅。因为呢些特别版咧，我都是啱啱先收到，完全是驚喜禮物嚟，因為入面有啲咩我就唔清楚啦，咁就開開先。其實好似拆禮物咁樣。係啦，咁我哋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就咁推，咦？有四邊要拆，多嘢拆。就咁見到咁大盒咧，咁我就咁望盒面咧，佢就話有一副夜視鏡。除了夜視鏡之外，但會不會還有特別嘢咧？我就不太清楚，因為北王小弟打槍 game 就唔係好叻啦，咁就自己係幾中意打 Call of Duty 嘅，係啦，收大佢。係，咁我哋逐漸拆曬四個貼紙啦，問到出嚟未 ？Hello， 佢黐實咗啊！會太難開啊！係啦，我哋逐漸開到呢個盒啊！咁只 game 咧就今日出。PS4 和 PC 都一樣有的，咁佢特別的地方咧，就係只 game 係可以俾你跨平台連線。我雖然知道很多人都喺度鬧，話喂話我玩槍 game， 我一玩 PS4， 一玩 PC， 咁人哋咪手掣，我攞手掣，人哋攞 keyboard mouse 打，咪好唔公平咯。誒係啦，咁我哋咧而家咧就禮物盒咁咯，係啦，咁我哋打開個盒咧，第一層咧就先有一個金屬嘅碟盒喎，係啦。金屬嘅 game 碟盒啦，咁就其實近年好多 game 特別版都有嘅，即係你平時 PS4 家用機買個膠盒就唔係好靚啦，佢就出咗個金屬盒咁樣嘅，呢個應該係嗱呢個夜視鏡説明書 OK 係啦，咁有金屬盒咁就咁樣啦，打開咧就應該係係啦，俾你自己裝翻 game 靚靚仔仔嘅係啦，咁下層咧頭先佢都講咗啦，呢本係本夜視鏡説明書，咁簡單啲嚟講咧，其實佢下面咧。就應該是一副夜視鏡嚟嘅，啊，等等，係有啲難開。係啦，咁我哋打開咗一層層發泡膠之後咧，係呢個係個發泡膠。掀開咧，我哋就會見到係有副，真係好難攞，即係玩。係啦，可以見到有副，係有啲難攞嘅。係啦，就有副夜視鏡啦，就怎麼樣嘅咧？咁係啦，咁我可能俾大家望一望，就咁樣啦。因為我真係因為浮誇得滯，其實我平時冇乜見過夜視鏡。你揾啲夜視鏡專家嚟睇下。係啊，呢個夜視鏡會唔會真係四個鏡嘅？平時見開嗰啲夜視鏡，咁我就咁笠㗎。可以出去打 war game 用㗎。應該係可以攞去打 war game 用嘅，應該係真夜視，咁我就咁笠嚟。系啊，攞嚟賣嘢咯，當 cosplay 啦。啊，唔係佢本身個頭帶要搞一搞，點搞鬆？開始好困惑啦，好困擾。慢慢嚟。係，慢慢嚟。唔使心。好，我哋撇一撇開副夜視鏡先，我哋睇下個盒底仲有啲咩，因為仲有下層嘅。我哋夜視鏡底層咧，喂，點解真係好似拆禮物盒咁樣？你冚埋嗰個發泡膠先。係，冚埋嗰個發泡膠先，係啦，多謝。系啦，咁我哋不過據我所知咧，其實 Call of Duty 送夜視鏡咧已經唔係第一次啦，即係佢基本上咧過幾集咧啲特別版咧就會送一次夜視鏡，所以如果你有買開之前嗰幾集特別版咧，就應該屋企都好多夜視鏡係啦。咁呢個就係一個 stand 嚟嘅，咁我係。那個夜視鏡的 stand， 但是個組裝說明書咧，問下試下可唔可以快砌先。不過估咧，就算個夜視鏡可以用咧，即係如果唔係打開 war game 嗰啲咧，基本上臨尾就會話，我有副夜視鏡，不過留喺屋企用嚟擺嘅。供奉。喂，講真啦，平時而家買 game 買特別版，你有幾可係真係會開嚟用啦？我要砌一砌啫嚇。咁我咧只 game 咧，我今次咧我小弟咧就真係
唔開直播啦，因為一來就其一，我打槍 game 就真係核突啦。咁如果你真係得個鼓舞咁，咁小弟打槍 game 咧就技術十分之水皮嘅，咁就無謂君子獻頭，佢打得核突就唔開直播啦。咁就可能 game 評係會有嘅，不過你要介意我可能寫得慢少少，等等下先。哇！真係嗱，裝呢、這個。裝邊個啊？啊，黐線！好似砌 LEGO 咁樣。誒，先一、一、二級，之後加多個頂，加多個頂扣，係啦。咁樣咧，個 stand 就砌完，砌完個 stand 之後咧，基本上咧，大家咧就可以就咁笠翻副夜視鏡落去咧，係啦，就可以自己喺屋企供奉佢啦。咁就成嚿嘢咧，成個夜視鏡咧就咁樣嘅。咁見到佢送埋個說明書啦，唔係即係佢個夜視鏡。入面咧有提到咧，我啱睄一睄，因為佢有。等你先，等你先，你小心啲。因為頭先睄一睄夜視鏡個盒咧，佢係用呢個 USB micro USB 插電嘅，係啦，咁即係應該係唔使用，但係電芯加 micro USB 啊，要睇一睇說明書。仲有，有冇人聽翁講乜嘢？做咩啊？冇啊！冇人 check 翁，有冇人 check 翁講嘢嗰啲啊？冇，未有嘢，係好和平啊！你今日直播，係真係不妨有嘢講下啦。好多人睇緊你嘅直播。即係咩啊？大家都喺度睇我喺度玩呢個說明書，係啦。咁咧呢個特別版咧，應該係冇 game 送嘅，即係唔好問點解買一隻 game 個特別版冇 game 送，因為可能係佢呢個俾我哋 media 版咧，淨係得個夜視嘅，我估係啦，係因為佢後面有寫啊嘛。或者去鐵盒，俾曲你話，應該係俾曲我哋嘅，係數位物品係啦，又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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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係啦，咁呢個特別版咧，本身可能隻 game 嗰啲全部都係 download 曲啦，咁我唔知個嘢幾錢，咁我估應該係啊，你可以介紹，要介紹嘅係啦，咁我哋咧今次開呢、這個。這個 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的特別版呢就是 PS4 今天出的價錢是1588元，大家買完之後呢其實就會有今次這副夜視鏡、之後有夜視鏡有個鐵盒和一些 game 裡面的道具，其實你說抵不抵呢，就這麼看其實副夜視鏡造價應該過千的，即係 game 300多元，咁加加埋埋1500元都應該為到本嘅。咁你話副夜視鏡戴落去舒唔舒服呢啲咧？而家可能有用嘅。點啊？呢排可能有用啦，係啦。咁如果大家可能夜晚嘅時候中意散步啊，或者有陣時中意去學下魔法咧，咁你其實買副夜視鏡翻屋企備用係一件唔錯嘅事嚟嘅。即係不枉你半夜著住件黑色衫咁出街。就不是很方便，因為有時候你要避一些走得很快的動物、有時候可能會在街上看到一些拿著盾的動物、大家呢其實就是要留意環境啦，因為不枉開燈是一件很危險的事，夜晚燈那麼張揚，可能到時候就說喂，不如到時候我們買一副夜視鏡順便買一副 game 好像很划算，不是我就這樣看呢，副夜視鏡好像挺漂亮的，即我現在就這樣戴這樣升了摸不到東西，要開電的喎。要開電。有電㗎，未充電啊嘛你。去邊度插電㗎 ？USB 啊，你都話。我見到 USB 啊，但我見唔到有位俾我吉電嘅喎，嚿嘢。係咪後面嗰個好似電，好似三粒電嗰個位啊？扮三粒電嗰位啊？佢呢度咁樣嘅咯，有個插線咯，嗰位可能個鏡頭唔係好清。佢要我點啊？我知啦。因為成日要看說明書，對不住，對不住各位可能打開 Wargame 的朋友，小弟是真的未碰過夜視鏡這件事，是啦，那隻 game 連個夜視鏡
講多次有一個售價咧，就1588元啊。咁內客咁內容包括咧遊戲內嘅戰術小刀啦，全面偽裝嘅特，即係可能係一啲遊戲內嘅 skin 啦。咁可能係俾大家打多人模啊，打嗰啲故事模嘅時候咧就易啲嘅，係啦。咪真係有個靚啲嘅樣啊！不過我而家觀眾有冇觀眾可以話俾你聽，佢嗰個插電位喺邊啊？睇本說明書，我睇到好困擾。嚟1234對焦電源開關開啟，啊電源開啟係2號掣，係啦，即係呢個。呢個對焦。咁樣啊嘛，對住噶咯。個問題係佢本身有冇電先？冇電。唔係我望緊佢開電嗰個掣喺邊，佢咁樣啊嘛。嗱咁樣，佢話個2號掣係電源嘛。咁個2號掣係咩啊？係咪真係我完全冇掂過呢啲？已經收咗掣。呢個係對焦嗰啲嚟噶嘛？應該同佢。同佢。同佢張圖。即係同佢張圖爭唔遠嘅。我估喺底係嘛？係嘛？咦？咁就會變成喺呢邊噶啦嘛。啊！哦，原來喺底。喺底。咦？佢有電噶喎，嚿嘢本身。佢本身有電噶喎，即係我而家。你喺日光入白對住低。唔係，我而家咧開嘅時候咧，佢有正常試過嘅，佢有正常試過嘅， yes. 即係而家係未夜視嘅。我開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個界面咧係有 Call of Duty 嘅 logo 嘅，呢個我覺得幾用心。咁。咁嘅可能真係熄個燈半秒嘅試下，係啦。咁我戴落去咧，個人咧就咁樣嘅。未調校啫嘛。係啊，未調校，我唔識校鬆佢頭帶喎。佢頭帶係熄燈半秒啊？可能唔係，我睇一睇個頭帶啲校鬆先。好困擾。喂，個頭帶我係。唔係啊！佢個門嗰個扣兩邊嗰個扣。兩邊啊！嚇！咪就用呢個扣嚟校鬆嘅咯，喺呢度吞咯，呢度吞，呢度吞，咁樣吞條帶出嚟咪可以校鬆咯。你唔係書包帶嚟嘅啫喎呢個，你唔係喎哥仔。唔係，我掹極都掹唔到啲。緊啊條件，等下等我嚟。即係各大事故啊！你個開箱開得。行，我們現在就校好了，來帶多一次，對了，那個夜視鏡是這樣的，是不是可以頂高的？等等，我試試可不可以整高的，不像，有，應該可以校高的，應該是可以，它是可以校高的，不過有點鬆，對，試試熄燈，好，熄燈，有冇得熄埋佢？前面嗰啲，熄埋前面啲燈。我夜視唔到喎，而家係啊！我而家夜視唔到喎，而家成為一個電子嘅。嗱，熄到最細啊！盡量熄啦。觀眾冇得睇噶咯喎。唔係，我淨係想睇下佢見到出嚟隻色係點樣咯。而家因為我見到咧，其實喺我眼喺我視覺咧，佢係一個彩色嘅一個 display mon 嚟，係咪真係夜視喎？又唔多個。黑白模式是3號掣，即是1、2、3應該是這粒。先看一次，哎呀，我看到了，哎，真的。要關燈，我們觀眾要看回你的樣子。我們真的玩副夜視鏡都玩到多災多難，下次真的看個說明書先，有個貓，是啦，貓。貓。他說按完會變黑白貓，又不見了。沒有變過黑白喔。之後這個呢，這個是紅外線。紅外線呢？到底是我不懂玩夜視鏡還是怎樣？夜視的是黑白。不是，它沒有啊，你個人看，它彩色 LED 來的，它彩色 display 來的，現在。是啊，沒問題啊。是啊，但是。是不是一些先進一點的裝置，先進一點的級數來的，我都沒玩好。是啊，那我們可能。總之呢，這個夜視鏡呢，是能夠正常啟動自帶電池的，那如果閣下呢，有興趣回去玩這個夜視鏡呢，就。想玩呢個 Call of Duty 加呢個夜視鏡咧，咁呢隻夜視鏡齋睇嚟講，我覺得係幾特別嘅。咁可能我真係需要研究一下呢個嘢再點樣驅動啦。但係個夜視鏡單睇外觀十分搶眼，攞去喺屋企共逢咩啊？唔重啊，輕過部 iPhone 咯。輕過部 iPhone。係啊，輕過部 iPhone 咯，輕過部 iPhone 11咯。哇！你試下講下，可能差唔多重，係啦，但重個份量比
的確係，的確係有啲輕。係啦，你話實稱下 iPhone， 因為喎。係啊，其實係輕，其實係輕過 iPhone 11嘅個夜市嘅。係啦，咁就不算特別重啦，即係你長期掛喺頭上面啦，亦都不算很大負擔嘅。咁如果閣下話：喂，我想要一副靚仔夜視鏡喺屋企供奉啊！咁我又特別中意槍 game 咧，咁你可以不妨購買呢個 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特別版嘅。不過你話以近期嘅 game 嚟講咧，佢即係佢用一隻特別版 game 嘅角度嚟看待咧，其實佢嘅內容物係真係少到可憐。即係你而家見其實咪你買好多 game 都話：喂，我有買 game 送畫冊 CD。大量嘢特別版手掣，係一個實用嘅，真係實用嘅，即係你而家唔識用啫。係。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實用夜視鏡嘅，係。係。即係你夜晚又中意去打下雀啊，行下山啊，行下山啊，行下山啊，中意行下鳳凰山啊，獅子山啊。咁呢個夜視鏡咧，其實又不是一個十分差嘅一個裝置，因為佢點講都即係一嚿用得嘅嘢。係啦，好過話有陣時你買完隻特別版 game， 個個中意睇嘅，即係你唔會買嚿嘢翻屋企供奉咁樣，係啦，嚇揾到嚟又撳實個掣解鬆緊，哦，即係你係可以自己咁樣係啦，係啦，即係你要嘅時候就要用嘅時候咧就撳翻佢落嚟，但其實嚿嘢本身都有一個彩色嘅鏡頭，即係你彩佢個畫面咧其實係一個彩色嘅一個電子屏幕。就係佢會將你呢個鏡前面嘅投射落嚟塊眼鏡嗰度，因為我唔知道之前我見開嘅夜視鏡都唔係電子啊嘛，有全部唔係即係我都係電子，係嘛？你要個紅外線，你要個紅外線，你 capture 都紅外線。即係我好少見有彩色畫面嘅夜視鏡啦，本身。唔係㗎，先進嗰啲有。先進嗰啲有。如果唔係你直升機倒轉㗎會，你唔記得幾十年前阿輝嘅直升機點解跌咗落嚟？咁就呢個都天與地分唔開啊嘛。係啦，咁呢個就算一個略為我自己覺得好熱啊！你講點講？因為我本身少接觸夜視鏡呢樣嘢，有冇人更正下我啊？咁個畫面咧就都算清，係清嘅，唔好用多算清啊，係清晰嘅，係啦。因為不過我都收你千幾蚊，係啦。咁都係嗰句有興對 game 有興趣，對夜視鏡有興趣，呢個特別版係唔錯嘅選擇。不過學翻我頭先嗰句可能你會覺得1600元買 game 買鐵盒買副夜視鏡可能唔抵，咁抵不抵就見仁見智啦。咁只 game 咧就今日就已經正式推出咗噶啦，係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就自己可以去。你唔好擳住人哋。犀利㗎。係啊。咁只 game 咧就今日就已經推出咗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就不妨可以落去可能去信和個大 game 鋪子度睇啦。咁我哋今日介呢個快速開箱咧，就去到嚟呢部分，咁可能開得核突少少啊，咁大家千萬不要介意啦。咁我哋今日開箱就去到呢度啦，好，拜拜。